大家可以猜一猜我手里拿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蔬菜？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吧，第一眼看上去都觉得这不就是一个白萝卜吗？其实呀，它叫太空白茄。我现在在第30届中国杨凌农高会的现场，在这个航天育种的展区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形态的我们日常常见的果蔬，它们就像太空白茄的种子一样，经历了一段美妙的航空旅行之后，就能培育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形态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探究竟吧。到太空以后，利用太空的这个特殊环境，让它种子自成精，产生一种突变，然后就是把种子带回来以后，我们在地面选育这个优良新品种的这么一个技术，就成为这个航天育种技术。现在已经通过航天搭载的这个作物里面，包括蔬菜啊，比如辣椒这些，粮油像这个小麦、玉米，还有花卉，还有一些这个曲种果树。总共有14个大类，1113份这个种植资源。